刚才钱啊，已经把刘东军他们住的地方、具体位置已经讲清了。现在我们明确一下分工和任务。徐大刚、朱立全和李义阳同志，你们三个人秘密潜入他们的住所，一个任务呢，就是想方抓捕。若不在家，就是秘密搜查。行。蔡永刚带广州一个同志到他的住室门口。 堵着门。如果他们再加往外冲的时候，你们想办法把他抓到。郑胜利带广州一个同志，把他东边北边的路口，另外再一个组就是在那个门的柱式南面，塞上一个卡。童建根和魏振军同志，你们负责把阿强押回去。好，明白。任务明白不明白？明白。好，马上行动。好。 不是华商。